K-POP 한류협회의 중심 전 세계인과 함께하는 생방송 뮤직뱅 当 idol 们在舞台上展现魅力的同时，台下的观众也在卖力的应援。但先前因疫情而被迫禁止观众的入场，许多新生代偶像们无缘直接收到粉丝的爱。音乐银行终于时隔两年多再次开放粉丝进场，为心爱的偶像们应援，熟悉的欢呼声再次充满了舞台。能够再次看到粉丝们，一定会让爱豆们更加卖力，但还是希望确实保护好偶像们，别再受到疫情的影响了。